万法唯心所造，财富唯心所现，放下对身外之物的执着，才能破除偏执，消除我见。不为自身求安乐，愿与众生共离苦，无欲无求勤修行，心中极乐善相应。贪爱富贵是贫穷之因，勤俭艰苦是富贵之果。当你心在如如不动的时候，外境和外尘的虚幻就会在你的心中慢慢过去。嫉妒像一把火，只要这一把火燃着了，就会烧到别人和自己。嫉妒心是人类的一大障碍，拥有嫉妒，失去慈悲。能为别人做事，要视作自己的福德。当一个人不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，说明你已经失去了帮助别人的能力和力量。所以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，哪怕语言不失，都是善德的累积。